好，接下来是全球现场的时间，更多的内容把时间交给韩宇。大家午安，秋上时间呢，这一节的新闻重点是聚焦在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我国总统蔡英文两人即将在加州会面。那么根据 CNN 报道指出呢，这一次的麦菜会很有可能会引发大陆解放军重演类似去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时呢他访台时北京政府给的强烈回应。And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says he will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tomorrow in California in defiance of China.McCarthy will host a bipartisan meeting at th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Beijing has warned against the meeting, calling it a provocation and saying it will, quote, resolutely fight back.CNN 的分析指出呢，两个人会晤的地点是选在加州而非台北，其实呢主要就是外界认为这样子的安排呢比较不会刺激北京，而且呢北京政府则会密切的来关注蔡英文这一次的动向，因为大陆方面随时都很有可能会调整这个反应的方式，并且呢会决定蔡英文和麦卡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应该要展示多少的军事力量。那么看到呢蔡英文的行程，目前呢他是已经结束了访问友邦的行程，今天下午是搭机离开了贝里斯，预计在晚上7点左右就会抵达洛杉矶。那么将在美西时间呢，仔细看到他的行程呢，美西时间5号的上午10点，台湾时间6号凌晨1点，两个人就会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来会面，随后呢就会举行一个闭门的会谈，跨党派的国会领袖呢，他们都会参与这个会谈，并且呢会在美西时间中午12点向媒体来发表一个声明，两个人都会出席。那么出席会谈的跨党派的议员，他们则在下午2点的时候也会召开一个记者会来回答呢记者他们的提问。那么两个人呢会谈是备受国际的瞩目，这个是因为呢我国的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和美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来会面，预计将会有超过160名的国际记者来申请采访。不过呢蔡英文都还没有落地加州，光是这个消息呢早就在台海是掀起一个波澜，外界忧心呢会重演去年8月佩洛西当时访台呢解放军围台的这个大规模的军演，加上了大陆外交部之前呢也是不断的示警会做出反制的动作。而就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呢，中国福建省的微信公众号福建海事他们也通报了，从今天5号起呢将会启动台湾海峡中部联合巡航巡查的这个专项行动，并且呢可以看到呢还附上一个疑似是大陆巡航船只海巡06的照片，似乎呢就是在预告将会派出海巡06展开南北的巡回式巡航巡查的执法活动。显然呢在佩洛西去年访台之后呢，北京政府现在是已经完完全全的不承认有所谓的海峡中线，警告的意味是相当浓厚。而在同时间呢，大陆东部战区的最新微博上的贴文呢，他们也是以清明节为主题来发文，强调中国一点点都不能少。而这也是呢在时隔一个多月2月27号以来东部战区他们的最新贴文。先来看一段相关影片。同根同源同宗，共富共创共享，中国军人坚定守护一点都不能少的亲情血脉，为国干洒热血，鹰击万里长空，中国军人坚定守护一点都不能少的先辈遗志，守护和平福祉，守望民族复兴。影片中强调呢，中国的军人是坚定的守护一点都不能少的锦绣河山。那么尽管这个时间点强调呢发文强调是清明节，但是呢也刚刚好是在麦菜会的前夕，可以说呢发文时间点非常的敏感。那么镜头呢再转到美国政坛今天的关注焦点，美国前总统川普深陷的焰星封口费案，他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是出席了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白爱荣对他提出的指控听证会。川普呢他现在被指控共达34项的伪造商业记录以及共谋罪名，对此他当然是做了一个无罪的抗辩，也就是呢川普他不认罪。而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川普他随即是搭车前往了纽约机场返
奎为在佛州的海湖山庄来发表一个谈话。那么可以看到呢，一上台川普呢，他就开门见山的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强调呢自己唯一犯下的罪行就是无惧的捍卫美国。而在上台之前呢，他也展现了川式风格，伴随对身为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一个歌曲走上台，而且呢他还刻意留了数秒让支持者来替他欢呼，高喊 USA。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And we have to save our country. God bless you all. God bless you all. And I never thought any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in America. Never thought it could happen.The only crime that I have committed is to fearlessly defend our nation from those who seek to destroy it.川普整场谈话呢，其实基本上都没有说到封口案这个事情呢，都没有提到，反倒是呢，立刻将炮火转向拜登政府，痛批呢，民主党的阵营一开始就在他们的竞选团队里面从事间谍活动，那么以及两次的虚假弹劾，到后来呢，是严重的通膨导致了经济惨淡，而且呢，他还提到现在全世界已经因为各种理由都在嘲笑美国。那么至于川普呢，他现在会面临什么样的刑责？报道就指出了。纽约州的法律呢，川普他的罪名皆是属于一级的重罪，为美国法律重罪中最轻的一级，最高呢是可以处4年的徒刑。那么法律专家就认为了，川普如果他被判有罪，最有可能的情况呢，他可能是会被罚款，但是入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而且即便呢，川普他被判有罪了，依旧是可以选总统，因为呢，美国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候选人呢不可以有罪的候选人不可以来选总统。那么接下来的法律程序呢，可能会长达数个月，最快明年才会审判。那么这也意味呢，川普在竞选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呢，可能会再度的出庭。那么至于川普遭到起诉的内容，来看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白荣的说法。So the charge is falsifying business records. The charge requires, as I specified, criminal conduct that was concealed.One of the concealed crimes we allege is New York State election law. It's not just about one payment. It is 34 business records, 34 false statements in business records that were concealing criminal conduct.它是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小小一瓢啊，可是有大大的学问。里头有很多像是呢，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